刚才跑很冷，现在跑速的，比较交叉的动作，也是来回五次。接下来我们就跑一个 5X 粉，这 5X 粉就会给它增加的亮度，然后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放一个
熊猫的店，这就是个熊猫的店。我的就是都叫只需加一点点的水，同样的也是来回五次。在打粉的时候，水不要加那么多，要加那种红中的。同时我们也是要调查，当他的手操作的时候，如果他的左手按下去一点点，他的机器就会往左边跑，把他手拉上来一点，他就往右边走，机器就是这样左右摆动。当他抬高右手的时候，机器就会往左边走，他抬高左手的时候，机器就往右边走。当机器开动的时候，手指就按住那个红色的开动，开动完了，手就不需要按那个红色，就抓住它的黑色的柄就可以了。每次要开动机器的时候，一定要看这个红色的点才能够开动，不按这个红色的点是不可以开动的。
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，就是那个亮度，那个灯管的亮度已经上来了。现在我们要清洗它。现在只是加水去清洗了，现在水就可以放多一点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巴黎斯的亮度。好了，这个泡泡就完了。